金子，快快快，跟我走，终于找到你了。哎，浩哥，怎么了？你先别管怎么了，你赶紧把东西放下，你跟我走就行了。那去哪里呀？那么着急？你不用管，你跟我走就行了，快。哎，我的东西。你不用管东西了，你走吧。是有什么事儿了吗？事儿大的去了，赶紧的吧。啊，那我回去换衣服、裤子吧。不用换，就这样走吧。金子，走呀，进去呀。这不是卖衣服的地方吗？你不是说有什么大事儿吗？这就是大事儿呀，走吧，先进去。老板，那个我们看一下衣服，这个，还有这个，都不要，其他的给我打包。啊，副科，没有，我开玩笑的。金枝，你看一下有没有喜欢的，喜欢哪件就选哪件嘛。那个副科，我家里有衣服，我有买一个。平时要带你来买衣服，你总是不愿意。 很多关心你的叔叔阿姨都想让我带你来买点衣服。今天好不容易把你带到这儿，你不可能又不买吧？哎呀，别，那快看一下，看一有没有适合的，我给你选吧。要不这件试一下。啊？可以啊，试一下。 快试一下，来，去试一下啊！那我去试一下。你去试一下啊！哎呦，好帅哦，穿好多好看，给我包起了。帅哥，帅哥。啊，嗯，对，金子，你穿这个真漂亮，就买这个。 你看，老板，给我来一份那个清蒸鲈鱼，来一个那个香辣蟹，再来一个糖醋排骨。不好意思，帅哥，我们这里没得。啊？副科。啊。他们这里只有豆花放那些。豆花放是吧？对。那行啊，那来两份豆花饭吧。那个老板，再来半斤那个卤肉吧。还加半斤卤肉呀？